早上吃这个面，胃口大开，吃两碗，没问题。精品世家都吃过吧？现在他开到光谷来了，今天我们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正宗的。早上8点钟，生意不错啊，都排队了。王聪兴牛肉拌面就是汉口那个老店开过来的，因为他的王兴聪，他好像他那个创始人是一个。我是一个牛肉丝的，一个牛肉的。牛肉丝的要不点辣椒？牛肉丝要一点，一点点。你们这个跟马上要是一家店吗？马上一家店。点了两碗啊，一个是麻辣牛肉拌面，一个是牛肉丝拌面。抖音团购18.8块，等于是一碗牛肉面，然后一个鸡蛋，还有一个喝的啊，比这个店里单点的话便宜还是几块钱。咸鲜香辣味型的啊，是新鲜牛肉炒制的，牛肉吃着很有弹性。这个是他们家招牌啊，麻辣牛肉拌面，这就是那个味道啊，麻辣麻辣的。二合一来一个，